大家，最近有个韩国眼镜牌子哦，非常受到明星的欢迎，像是妈妈木的文心，还有女星秀智呢，都在自己的 YouTube 影片里面秀出私下的衣着，里面就有这个牌子的眼镜。以前啊，我会买一些欧美品牌的墨镜啊，每次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被羞辱啊，你怎么没有鼻梁？呜呼，滑下去。所以呢，就常常三不时就要推一下墨镜。那韩国呢，这几年出了很多墨镜还有眼镜的品牌，设计时髦之外呢，选择还很多样化，而且价格是中高低价位都有。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间最近很红的一个品牌，那叫做 Blue Elephant， 就在我身后。来到了 Blue Elephant 的店里面，听江宁。你好，你好，你好。Blue Elephant 的听江宁，那今天要跟我分享很多的秘密。창리당시어떤이야기있었어요？혹시 Blue Elephant 라는단어를저희브랜드말고다른데서혹시들어본적이있으신가요？탱크원씨。블루엘리펀트라는단어는디즈니에서쓰는단어예요창의성이있는사람창의성을계속만드는사람을뜻하는단어인데요저희같은경우는창의성을결합해서창의성과다양성을저희의제품들에내포해서더좋은더많은제품들을제공하겠다라는뜻으로블루엘리펀트라는이름으로약4년전에저희는이제문을열게되었습니다블루엘리펀트인데여기는블루없어다하얀색인데요일단은고객님들이돌아다니시눈은편하셔야하니까 아무래도흰색으로제품이더눈에잘보이는효과도있고요맞아요맞아요、네、블루엘리펀트사용하는그용해인들은되게많거든요、네、예를들면마마무문별하고수지이거혹시광고인가요아니요광고는아닙니다내돈내산이에요 내돈내산네내돈내산입니다최근 NCT 멤버분들께서도수지배우님들도、네、착용을해주셨고작년쯤에트와이스사나분께서저희이태원에매장이있을때한번방문해주셨던적이있어요 털어놓고말씀드리자면저희는절대광고를하지않았고요연예인분들께서또입소문을보고찾아와주셔서너무나감사하게도다른고객분들께서그런모습들을보시고、네、또더잘찾아주시고저희의창립미념대로창의성을、네、고객님들께좀더발현해드릴수있는좋은기회를얻게됐죠그럼、네、저도용인처럼이렇게 안겼으면 、네、 아저도 、네、 감사합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오프라인과온라인이지금같이성장을하고있는추세입니다성수동여기는요즘오픈하는거맞죠얼마안됐죠2주전에、네、 주말에왔을때여기손도되게많나요가끔좀들어왔어요네네네저도그게좀신기하기는한데감사할따름이죠저희는많이들찾아주셔서매력이있어서 、네여기서제일인기가많은스타일은뭐예요뎁스라는제품군이있어요선글라스제품군이고태도여러가지컬러가있고요온라인에서도그렇고오프라인에서도그렇고、네、 꾸준히이제찾아주시는제품군이기도하고요그리고、네、 검은색선글라스단색으로좀어두운선글라스들을많이찾으시는데밑에있는제품군들을많이찾으세요금속태를선호하시는분들같은경우는벨이라는제품을좀많이、네、 찾고계십니다가격은、네、 부담스러지않게디자인다양해요여기서어떻게이거밸런스잘잡았어요보통가격이저렴하면질이안좋을것이다、네、 많이들 생각을하시지만저희대표님께서는중간과정을어떻게줄여서더저렴한가격에좀더좋은제품을좀제공해드릴수있을까를많이고민을하시는편이셔서그래서이제저렴한가격에트렌드에맞기도하고좀창의성을내포하고있는그런제품들을고객님들께선보일수있는거기도하고요 네, 네혹시얼굴형따라서추천하는스타일이나요요즘의추세를보면얼굴형을크게신경을안쓰시는분들이많으세요사실은얼굴형이넓다이랬을때는얼굴을꽉채워주는안경을혹은선글라스를써주는게좋기는해요、네、 그러니까딱봤을때어뭔가잘어울린다라고이제생각이드실수있는데、네、 또요즘엔또반대로얼굴이넓으신데도아주요만한안경을 、네、 쓰시는분들도많으시고그래서제가드리고싶은말씀은본인이쓰고싶은얼굴형에구애받지마시고저희도저희제품에창의성을열심히심고있으니본인의창의성을본인의패션과저희제품을통해서결합을하셔서그러니까얼굴형같은거신경쓰지마시고내가봤을때내가이쁘다그러면된거죠 네 그렇게신으면다사그냥 네, 네 아그럼 카드를 、네、 그부분을꼭한번 네, 네말씀을드리고싶었습니다我们今天就请各式各样的人就试戴给大家看，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啊什么样的款式你会最心动，你要买哪几款啊？不是买哪一款，买哪几款。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试戴的画面。
중에 뭐가 네. 제일 마음에 들어요? 이거 제일 첫 번째 처음 썼던 거 제일 마음에 들었습니다. 이게 제일 얼굴 면적을 다 가려서 하는 걸 너무 싫어하거든요. 가릴 수 있는 대로 최대한 가리는 걸 선호하는 편이라서 이걸 선택했습니다. 두 번째는 밝은 계열을 좀 좋아하다 보니까 사실 다 좋은데요. 네. 어떤 스타일 제일 좋아하세요? 기본 스타일 좋아하는 것 같아요. 알이 크다 보니까 얼굴의 반을 가리잖아요. 그래서 얼굴이 조금 더 작아 보이고 시크하게 블랙이다 보니까 네. 여성분들도 좋아하실 것 같습니다. 두 번째는 브라운 계열. 제가 조금 차가운 이미지가 있다 보니까 세련되고 부드러운 여자가 되고 싶다면 요 브라운. 머리 색깔도 잘 어울리네요. 그쵸. 네. 이렇게 꽂아주면. 맞아요. 最喜欢这一副，对我来说比较好搭，因为我穿很多不同的颜色。对，因为你超爱穿一些色彩缤纷的衣服。对，然后我觉得黑的就有点基本，所以我觉得透的我会比较喜欢。那是因为你是时尚的达人，哦、不是你有太多、哦。我不是。黑色对你来说就是太 normal 太 basic。会觉得你戴这件衣服蛮好看。那你最喜欢哪一副？比较喜欢这两副。哦，所以你喜欢色彩的，比较不会那么负担。我觉得你戴浅色的蛮好看，因为他平常不太戴墨镜，戴墨镜的话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小一点点的，然后或者说色彩的会比较好接受。大家可以留言帮他选择要哪一个，三副都买，老板结账。那你最喜欢哪一副？我最喜欢可以遮我的脸的这一副，比较日常，衣服什么样都可以搭的，百搭的感觉。对，还有另外一副这个比较深，我觉得比较。独特一点，比较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你比较适合重一点的颜色的，黑色或者说这种深咖啡色。那你最喜欢哪一款？我喜欢第一款，因为我脸算是比较方，戴上它感觉会比较修饰一点，视线就会集中在眼镜这一块。我觉得你戴一二三都蛮好看。其实我觉得前面三个黑色款觉得戴起来很好看，像这个呢，我每次戴这种类似的款是别的牌子的、啊。就会有一堆人问，我们刚刚请其他人一起戴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所有人的脸型都很适合的，然后又是一个大框，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它是 cover 范围最大的。我也有小框的眼镜，那我平常都戴这种大的，是因为就是保护的范围最大，你会感觉到光线呢被 cover 得很严密，很适合防晒。这也是我觉得戴起来最像韩国巨星，虽然说自己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啊，这个我真的是个人最喜欢。它已经有通过检验，但是它的价格并没有像其他大牌子那么贵，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你想要尝试看看的话，就很好入手的一个墨镜。前三款黑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戴都很好看，不好意思啊，这个也是不错。还有这个黑不戴帽子，这样直接露出来也是很 OK 的，就是一个什么样造型都很适合的墨镜。如果想要挑战不同的 style， 或者说挑战不同的颜色的话呢，彩色的这三副我觉得也很 OK。那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个。有点点跳痛感，但是又有基本的黑色的感觉，就不会太显眼，但是好像有点小特别，就是有点小心思的那种感觉。每个人戴的感觉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我自己是喜欢这几款。那前面大家喜欢的款式呢，也就是大家可以做参考。如果来韩国的话，也可以直接来他们店面，我觉得这边真的是眼镜的天堂。眼镜呢，每一个款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盒子，打开来里面会有一个小白枕头，这我觉得很好用，因为我自己已经买过两款了。这样打开来放进去以后，眼镜保护的也很好，里面还会有。打开来呢，就是原厂的包装，在韩国买的你也是收到一模一样的东西。这里面呢是一个正品的证明卡，然后还有试镜布，所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set。然后你要拿来送人啊，或是自己用，我觉得都很体面。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店呢，当然就是要跟他们啊凹一下，是不是？让大家不在韩国也可以买得到。下单之后呢，我们就会依序寄出。那一样呢，也是要做通关啊、检验、正式的国贸程序送到台湾的。到货的时间点呢，我会写在资讯栏。那其实，在台湾呢，这个眼镜的规范、啊、是有严谨的规定的，从零到五级，它会有不同的使用的推荐环境。那 Blue Elephant 呢，这几款都是有通过台湾的检验证明啊，它是三级，穿透率是8%到18%。确定它有防 UVA 跟防 UVB 的，不是那种啊你在路边随便买，然后你也不知道会不会伤害眼睛，能不能好好保护眼镜的那种眼镜，户外啊或者说在水上活动啊都能够使用，在台湾使用是非常的适合。我觉得他们的价位呢算是很可以接受的，所以你想要试看看不同的 style， 想要挑战一下自己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的话呢，也是很好的入手，推荐给大家。那团购的资讯还有连结我就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看。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啦，拜拜。너무가까운거아니야要结账吗？出来。哦，对。那好嘞。啊，没。